搁前面多好看，搁这儿啊？搁前面。搁前面好看。搁前面，拿前面点。拿前面。拿前面去。猴哥今儿不干活，搁家要把彩灯挂上了，是不是啊？啊，要挂彩灯了。倒啊！挂完灯了。挂完了，挂完套给收拾，再收拾院子给收拾。哦，没啥灰。行。哎呀，他这院一收拾真敞亮哈。嗯。这不大干。要大干，他也不要干啥这个。就网球场。让我去打球去，我说我一天干活累得要命，我还打球呢。哈哈，做网球场啊？做网球场，这都拆它做饭去。哎，这邻居可好，我冬天天气打不着，都来帮我打了。我不在家有啥事儿，就到处看。我照着你挂的灯，照着你看，挂完了我没闭呢。你说啥刚才？我买那也挂了，就台湾大姐给那个也挂了。看猴哥挂着灯，就是不走寻常路啊，扯扯拉拉的这么老长。这是白光的。圣诞老人有伴了，有彩灯了。圣诞老人举这儿来了，猴哥又想起松鼠了。我新买的东西，天天我磕着肚腩，这也没有吃的，还是圣诞老人给我磕的，给我磕坏了。可好了，这东西要不能摸，能搁几年都没事。但加拿大不让打动物，你打人邻居看着不行的。我拿外头，你把这给我磕，原来可好看了，40块钱加税快50块钱，这玩意好的好几百呢。这个猴哥立这儿。哎，圣诞节了就有这种气氛氛围嘛，家家都挂，你也挂着好看嘛。咱中国人别让别人差事，别让他们瞧不起咱们。猴哥嫂说了，咱们差啥呀，也得挂。猴哥昨天买灯挂上。好了，圣诞快乐。要养鱼。养鱼。啊？那是你让我不养，毕竟你生气了。哎，我拿录像机呢，要养鱼，要买鱼去。我说别买了，都没地方搁了。这就说啊，不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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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正命干一点生意都是错的，不干整那玩意变了，养不养。那我也没说别的，我就说不养，我就不养，啥时候我就说别养了，没地方搁，没人收拾。哎，不养这玩意别大孙子去那别人不养。哎，真鲜啊，太新鲜了，真好。冬天是真好，我哥真愿意过冬天。这狐狸跑哪去了？刚才我看跑一个狐狸，猴哥把彩灯挂起来了，就躺着放赖了是吧？今天没活也不冷，猴哥在家烧点壁炉，烧点木头，-10度，明天就冷，明天-1度了。这个没爬高啊，一天呢？哎，这待难受，五脊六兽，养不动难受，待五脊六兽，烧壁炉了。你整工具箱搁床头干啥呀？这玩意儿啊，这玩意儿搁点东西，搁点水杯啥的。你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有床，你搂被窝得了。这是我的工具啊，这是猴哥挣钱的工具。你搂被窝去呗。别气我，我一锤削你那会儿。搂被窝去吧。老过来整被子。实在没啥干的了，看，把壁炉又升起来了。
我一天挂一些灯也没看着，就称我烧壁炉。喂，你我啥时候趁你烧壁炉？我挂灯也不表扬表扬，我称我烧壁炉。以前我一天啥也没干。我说你把壁炉烧起来了。干活也看不着我干活。我说你把壁炉烧起来，挂一些灯我说趁你了吗？你这歪理邪说。昨天那台湾大姐给我的灯后边把它挂上。你买那两个呢？我买两个是彩色的。哦。好了。你可一块儿挂，这一条那一条的。哎，听不着，睡觉了。歪呢，歪呀！挂上灯了。还得表扬，刚趁我没表扬他了。也是程咬金桑。这剪子可不能挂着。没有点儿。剪子挂着得掉毛剪眼睛吧？你剪子？你挂的吧？你害我你！我不弄那挂剪。哪个狗挂的？这可是没长新挂，哟，脸砸坏。我这挂剪。对你往我床头那个钟摘去，晚上滴答滴答的，整的我睡不着觉都。滴答。这顿滴答滴答的。等会儿再去，等会儿。没买完东西呢。嗯，还没买完呢。哎，接他了，回去吃饭呢。两个小东西去上沃尔玛了。上沃尔玛买东西。嗯，等会儿去，还得十分钟吧。没买完呢。嗯。还得十分钟，一会儿再去。你看这样啊，这灯挂这儿了。不按套路出牌的人呢，挂灯也是胡挂呀。手术差挂着。你眼镜搁底下了，近视镜。落下了，那屋灯亮了呢。嗯。大雷开的。了。Yes。买这东西了。Yes， 买完了。好嘞。做饭了啊。啊，烂掉了，所以买了一个新的。好看。好看吧、嗯、好看康姑肉、不对这不是这不是那什么祝贺一下啊得不能滥用灯打着不错好了吃饭好看必须好看一会儿就装上了啊买的东西好看啊好嘞吧这烤的肠啥辣吃饭你要不在这不让吃吃饭这一锅了你先吃不可能吃饭不像呢又黑我呢哈又黑我呢不干活就不吃饭那我喝酒还不行吗更不行了喝酒喝酒辣根蘸三文鱼他俩是不吃这辣根我晚上看见你啊好看真好看哎呀三亚北海岛硅谷的南方城市别开始迎来新还有开那个学姐哎呀大伙说你说他烧着壁炉我就担心刚才叫我出去拉他出去溜达喝酒了我说这壁炉烧的火我不放心离开呀他不打我这刚才在外边拽进来的哎呀这人才犟这人才犟呢你说有这东西挡上呗挡上是不是就感觉安全一点这猴哥天天可让人操心了就这个事儿我说你防备点一旦掉下来那火炭掉到地板上火星崩着那就是麻烦事屋里哪能离开人呢我这一会儿我都不敢离开整那网这刚才我搁外边拿进来的挡上了他不拿一告诉他一说我说注意点安全这手哪来这啊就喊给你叫没招那这个心呢滴溜这一辈子呀出来溜溜的屋里好闷热看着后边这彩灯、这今儿挂上的这地下室坐着呢就这窗户看啥表情
溜达溜达，他溜达。我知道啥大。干木头湿木头都不行。我拿进去了，刚才我这手爪子疼，我还搬进去了，就死犟。你知道我刚才为啥不跟你出去吗？怕我烧壁炉呗。对呀、啊。哎呦，自己烧火，我心里就往干里烧火。你那虎了吧唧的人，你有个六数啊你？你有数呢？这不服，我得进屋了，我得看点炉子。这圣诞节就这么回事，挂个彩灯，家家都象征性的，因为每年这个一年一度，就跟中国春节是一样的，马上就到了。今年10号，还有15天吧，20几号圣诞节平安，23号、24、25号可能是，应该是完了。1月1号就新年了。好了，进屋睡觉。哎，看猴哥的圣诞老人。最大，这趟街最大的圣诞老人，比猴哥还高还大。圣诞老人嘛，小肚吃着五啊，出门做吉普啊。哎呀，行了，别收了，行了。关键是搁他压上，你没养，你不用引了。搁这大的压上，他妈妈的。少烧点。这呼噜的湿木它有的不灭，少加点，它省得往外弹。要是真犟，我告诉你啥都不得听。不是，看炉子，我出去溜溜了去。你刚才不在屋，我都不敢离地方。在家，我出去溜溜的，走一走。